民众双手被警方压制，中国度假胜地海南岛16号游客抗议春运挤爆，无法返家，被多名警力强拉带走。这几天不止有人被抓，抗议群众更直接向警方叫嚣。还有人堵住码头附近的道路抗议，因为有车子明明排在后面，却先上了渡轮返家。轮船上一次只能载18辆电动车，就只能放在船尾。一旦被高温曝晒、不当充电，可能将自然被推入海里，因此输运根本乱了套。干买不到啊，新能源买到月底都买不到。海南秀英港、新海港2月底之前的电动车船票全部卖光，当局表示将加开船班以利输运，毕竟火车票难抢，就连机票也贵到离谱。机票15000，机票涨到数万元台币，简直是欧洲航线价格。民众坦言，真的不想再来。但是以后绝对不会再来。海南已经被戏称是来了就走不了的岛，有民众认为可以先把车暂放在海南，等春运高峰期结束再运回去。但托运公司表示，因为政策规定3月后才能接单，目前却已经有数千辆车在等。海南输运乱象苦了中国民众。金新闻叶宇文、陈信报道。立刻下载金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